大家好，我是 Grace。 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轻松有趣的创新讲座，创新精英书斋。经济部工业局为了提升台湾产业创新转型，拟定于7月17号礼拜三下午2点在光点台北举办创新精英书斋活动，主题是追踪企业创新脉络，创新来自创就，邀请到政治大学科管所萧日霖教授与创新教练彭建文副总，以创新人类学家与创新教练两个角度来讨论企业的创新脉络。透过双方对谈，创新议题引发观念冲击，内容精彩可期。创新精英书斋是学界大师与业界精英的对谈，透过双方的对谈寻求创新的方法，引发企业经理人观念的冲击。参加者即送萧日霖教授著作的《让脉络思考创新》一书，欢迎对创新精英书斋有兴趣的人来电02-2698-2989，02-2698-2989，分机0450洽询，我们等您报名哦。